的地的用法，三者都是结构助词。简单的说，的是定语的标志，地是状语的标志，的是补语的标志。也就是说的跟在修饰限制词语之后，地后面跟的都是表示动作的词，的前面跟的多数是动词。的跟在修饰限制词语之后，使整个短语有名词性特征。例如，敬爱的总理，慈祥的老人，戴帽子的男孩，珍贵的教科书，鸟的天堂，伟大的祖国，有趣的情节，优雅的环境，可疑的情况，团结友爱的集体。地后面跟的都是表示动作的词，如用力的踢，仔细的看，开心的笑笑。描绘或限制某种动作性状的时候，描绘和被描绘之间，限制和被限制之间，往往用地连接。得前面跟的多数是动词，后面跟的都是形容词，如扫得真干净，笑得多甜啊。下面是的地得用法的口诀，的地得不一样，用法分别记心上，左边白，右边勺，名词跟在后面跑，左边土，右边野，地字站在动词前，左边两人就使得，形容词前要用得。